有一首新歌叫做慢跑鞋，那因为制作人知道我们非常喜欢慢跑，我们的兴趣是常常会一起跑步，所以就特别就是为我们写了这首歌。然后在这首歌我们也邀请了林国宏来当我们的男主角，然后他在里面饰演我们的魔鬼教练，就是我们在拍 MV 的过程他就是一直陪着我们到去了非常多的景点，然后拍摄一整天就是很辛苦，那他也对我们就是很好，都有 教导我们说在那个 MV 里面要怎么表现自己会比较好，就真的很谢谢他。其实我们最常做的运动就是慢跑，然后我们会那么喜欢慢跑其实是因为我们两个平常非常会吃，然后就是大胃王，所以就必须要靠运动来就是消敌一些那个罪恶感，对，就是顺便也是健身。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会看探险活宝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压力大我觉得看这个卡通真的非常的舒压，然后之后就觉得老皮怎么那么可爱，所以就是陆陆续续买了好多周边商品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很喜欢老皮。